52岁，与宋茜已不能近看，至今无子。56岁，妻子麦景婷却依旧光彩照人。吕颂贤1990年签约亚洲电视，与江华、吴永威、万绮雯一起并称为“双生双旦”。吕颂贤虽然主演过很多坏蛋角色。 但给人最深印象的还是他在《一间996》版《笑傲江湖》中出演的那个风流倜傥、桀骜不驯的令狐冲。最近的一部电影是和邓超、段奕宏一起出演的《烈日灼心》。近期，52岁的吕颂贤做久功了，晒宝宝照超级可爱。 但近找令狐冲确实老了，如今的吕颂贤鱼尾纹明显，年轻的时候轮廓分明，现在面部皮肤松垮，不过配上精致的发型，依然有一种成熟男人的魅力在里面。吕颂贤保养方面其实还算好的了，身材依然健硕，一般这个年纪都白发苍苍了。他多年来坚持吃素保养。2008年。 吕颂贤与相恋14年的女友香港无线女艺人麦景婷在关岛结婚。麦景婷比吕颂贤大4岁，她跟梁朝伟、周星驰、吴镇宇、欧阳震华等人是同班同学。1999年。 麦景婷宣布退出娱乐圈，成立了自己的制作公司。近期，麦景婷过生日，吕颂贤浪漫地给了个大大的惊喜。夫妻两人都是素食主义者，而且都喜欢潜水和游泳，这些共同点让他们走到了一起。在一起20多年。 两人都不曾有绯闻传出，彼此很珍惜与对方的这段感情，他们也约定不要小孩子。平时吕颂贤对麦景婷关怀备至，两人的生活也始终幸福甜蜜。虽然至今都没有孩子，但平时夫妻二人还热衷于公益活动。 吕颂贤还和老婆经常外出旅行，依然尽情地过着二人世界。看到56岁的麦景婷依旧保养得很好，身材苗条，肌肤平滑，不难看出只有被幸福滋润的女人才会如此光彩照人。